那么心肌梗死有还有一个严重的并发症呢，就是实壁瘤叫的。那么实壁瘤呢，它并不是我们通常讲的这种肿瘤啊，它是指啊，就是在我们心脏梗死以后啊，这个心脏的壁呢变由厚呢变薄，变薄了之后呢，它的张力就下降，就像我们这个皮球吹松了之后呢，有一节它就松弛了。当这个心脏在收缩的时候，我们正常呢是非常协调的，而这个实壁瘤的时候，当它需要往里面的时候呢，它反而向外，因为它绷不住这个压力。那么这种这一块呢，向外膨出的这一块呢，我们就叫实壁瘤。那么实壁瘤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？实壁瘤的话呢，它的危害就是实壁瘤可能容易破裂啊，因为长期这个压力冲击，那么它变薄变薄越来越薄，那么突然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心脏就破裂了。那么心脏破裂就导致病人突然死亡。另外一个实壁瘤的它危害呢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容易长血栓，因为它这个血流慢的这个地方，血流慢就像我们讲的一滩死水的话，它不流动，容易淤泥沉积。那这地方也是这样，那么它容易长血栓，而且这个血栓如果掉下来的话，它也可能导致这个脑中风这个脑栓塞，或者其他的这个包括脾脏或者是小肠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的栓塞，病人出现相应的症状，这也是它的一个危害。